怎么样，找到了没？我到处都找遍了，都没有看到尹总的人。丽芳，你是建明的 partner， 你会不会知道人到哪儿去了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他什么时候走我都不知道。你打了手机呀？我打过了，他手机关机了。这贝贝去哪儿了？弟妹，哎哎，你们谁看见贝贝了？贝贝也不见了啊？难不成他和建明在一起啊？啊，我就知道，这一定是尹贝贝出的馊主意，他想帮着汪晴，存心让我出丑。这算什么朋友啊？关键时候摆我一道，尹贝贝，你根本是汪晴的哈巴狗，跟屁虫！你这个女人怎么张口就骂人呢？你想跟人家汪晴比，我告诉你，你连他一个脚趾头都不如。你是谁啊？哈，敢在这里胡说八道，你给我滚出去！狐狸，你让他给我滚，我不想看到他。他是贝贝的妈妈，是我的亲嫂子，你太放肆了。你怎么看见谁咬谁呀？关我屁事啊！谁叫你们存心跟我难堪啊？你儿子到底上哪儿去了？你们是存心帮着汪晴报复我了是不是？弟妹，这我真不明白了，这咱们建平怎么找了这么一个疯女人啊？嫂子，那个什么，你先走，对不起啊。建平啊，真是瞎了眼了，怎么找这么个人呢？以后有他好受的。你才是疯婆子！米可，打电话给他，说我有事找他。打给谁啊？尹贝贝啊，还有谁？哦，我打过了，他手机也关机了。好啊，你们是何家存心气死我是不是？你可当心啊，你生气伤到孩子啊！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，你就只知道关心孩子，这是我的婚礼，我的新郎都不见了，我能不生气吗？哎，你们都杵在这里干嘛？去给我找尹建明去啊！行了。你喊那么大声想干什么呀？有什么话不能慢慢说啊？你是结婚呢还是撒泼呀？喊那么大声宾客都听见了，声音都传到外头去了，像什么话？还没过门呢，尹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，这婚还想不想结？兄弟别急坏了身子。米克，给我补妆。汪晴怎么还不来？是啊，他到底干什么去了？你先别着急，路上可能堵车呢。我能不着急吗？豆豆都这样了。那你先走吧，那边还等着你呢。我怎么走？我怎么走？我看他是诚心不让我结婚。你怎么能这样说呀？哎，汪晴，哎，汪晴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啊，豆豆装成这样，你怎么当妈的呀？啊，你有没有责任心啊？豆豆到底怎么样了？你快告诉我呀！你现在还值得关心？你早干什么去了？你今天不是结婚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我结婚，你不在，我能不在吗？真是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事情会搞成这样。你走吧。我走？你凭什么让我走？你凭什么让我走？豆豆姓尹，我在法律上还是他的爸爸。够了！你现在在这儿装模作样有什么用啊？自从你知道不是豆豆的亲生爸爸，你是怎么带他的啊？你现在在这儿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那我从来没有说他不是我的女儿啊。是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我们是有夫妻感情的吧？我知道他是想我的。他想你，那他想你的时候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啊？你根本就不配做豆豆的爸爸，你现在马上给我走，走！你喊什么喊？你跟我一样，只不过是他法律上的妈妈。我在心里，我在心里我是关心他的。你，好了，你们别吵了。哎，医生出来了，哎，医生。医生，哪一位是病人家属啊？我是。医生。我是孩子的爸爸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吧。尹建平，要吵出去吵去，这里是医院，孩子那么争气挺过来了，大人瞎吵什么？孩子没事了。他没事了吗？手术很成功，不过目前呢还没有醒过来，接下来的几天很关键，如果不出现脑部淤血，很快就可以出院了。医生，谢谢。这是我的工作，不要谢。